地图显示，诶、欸，有时间，大佬啦，似乎系滴滴声一滴，放好嘢话俾你听。哇，呢、這个变态护士救命！你哋想打钉嗰、那个，你钉咧，你钉得落嘅钉咧，我啊冇兴趣，快啲走，睇你走得么？好行唔送啊！哇，佢运紧个球咩嚟啊？哇，老板，好望啊，咳啦好嘛？哇！走去射佢，哇！芝麻筋，哇！我见到都想呕你啦！我同嗰、那个呢、這个女女一样。而家点啊？要落去喎、啊！佢就话咩？要打爆人嘅脑，佢话要打爆个屎人嘅脑喎！哇！我听到咩 break 咩 lock down 嘅 bring， 要打爆佢嘅脑哇！我一唔知咩，有啲想牛喎。讲真，见到嗰啲嗰个啱啱喺度打机个芝麻筋，哇！我唔睇唔到啊嘛，我怼冧佢先再讲，杀咗先讲。喂，哇咁醒嘅偷袭我，好聪明喎条友，知道我谂住入去嚼佢，系咩啊？一嘢牛落去先，爆破你个肚，大肚腩。牛龙，咩呢个手术室系咪啊？呢度系咪有个电话打？诶，又嚟啦！唔好死啊，俾啦！呢碌嘢都几好用，讲真。如果唔系呢碌嘢，我一早已经弃之如落。后面有电话打，有冇人啊？电话呢度系嘛？打电话。报警！哇，打俾边个啊？打俾几号啊，大佬？304系嘛？打翻俾自己啊！我打几号啊？201。哇！咁贱啊喂！佢复活定咩啊？勾落去！打俾201系嘛？收到啦！即刻打电话，好似点解仲有怪我 feel 到？喂，佢又复活！打电话都咁难，打电话都咁难，改尽杀绝，逼狗入狂海。我会唔会杀得太劲？会唔会复活噶？应该会啊，睇嚟就201系嘛？我打快啲啊嘛，契弟。啱啱我睇到嗰条友系主，哇，又嚟啦，打唔切啊嘛！啱啱睇住嗰个人入咗去201号房啊嘛，估冇理啦，打下先讲。打快啲啦嘛，阿姐，时间冇多啊，仲快啲，我要听声啊喂，快喊出嚟，我系咪一世都打唔住个电话？你再呕咯你咯，快啲啊阿姐，哎呀，咁重啊！我已经听到只只声，已经我 feel 到已经嚟啦，即刻熄电话啦，已经喺后面啦。我会唔会因为一世打唔到电话，轮回喺呢个山门啊？山门可以入咗嚟啊，大佬，快快出斗，时间竞赛，二力打快啲，唔好转快啲啊，大佬！打到，喊出嚟，忍咗出去，屈服啦我都，我系咪我捐唔翻个罅啊大佬？我呕落去，呕落去，仲有一只，要忍佢出去，我先失，出嚟，一次过怼冧晒你，出嚟啊，快啊，第二只又复活啦，唔好同我喺度嚟呢度拖延时间。剥落去，剥落去，闩门先，睇嚟就甩波，佢哋都惨啊！讲真，喂，闩门，知呢只 game 我最辛苦嘅闩门，喂，唔闩唔到喎，喂，咪当我睇，趁机拍，未起身就剥多你，剥傻瓜，连杀，好。打电话，安心打电话，201，又打错，呢啲咁鬼难打啊！
快啲啊！唔想佢有復活啊！我聽到嗲嗲聲啦，又有嗰啲液體嗰啲聲，哇！無限電話輪迴，救命啊！二，第二隻唔好過嚟啊！零，快啲啊 ！Who's that？ 箍你個頭啊！睇我唔到啦！我出翻嚟先，我已經火滾啦！話俾你聽，我一陣我出到去最出面解決你哋呢班契弟。过嚟啊，过嚟啊！我大门嗰度系咪有得锁门？我就哇，听日再玩啦，差唔多啦，时间完啦，好嘛？听日喺度，我哋见下条，星期一再玩啦，好嘛？中咗幻术，左座，我哋去 check bond 啦，我哋星期一再玩啦嘛，因为我阻住我打电话，大佬。是不是由头玩过啊 Lighting？ 明明可以走夜无间踏进日前路。我想我都是奇怪啊，哇大佬。一路喺度想打电话打打下又俾人又喺我已经听到我话俾你每次打到一半呢嗰、那个嚼嚼嚼听到嗰啲液体嗰啲啪啪啪。打完就完啊 ,Lighting 话打埋啲关就完啦，打埋电话好啦，係个打埋啦。打埋电话完。破例本身是想完的了，打多次我在想打999了，我在想最快的大佬，我沒有喂我沒有人貧的大佬，為什麼喂我現在變成手無寸鐵的喂，我把神兵利器沒了，我一玩什麼喊出來，喂大佬僕僕了，拜拜，睇我唔到啊嘛！你当我冇当我冇讲过，睇定啲先。哇！呢度就系打电话嗰度啊，我就匿咗喺嗰度，我而家先要搵武器。出睇下先，哇！呢度喺度喎，我可唔可以即刻入去啊？就系打电话，就系要搵到佢。呢间房就系201号房。速殺方法從二樓的窗户進入醫院，下到二樓放一號信號彈，然後進入房間，不理會私人，直接取得鎖匙，上三樓開門。咩到醫院呢另一邊叫一聲，然後進去打電話。好難喎、啊、咁樣講。即係點呀，我睇得唔係好明。在小房間門口放一盒信號彈，然後進入電話，速度要快。在那间房啊，在哪间房抌烟雾弹啊，呢间啊，即总之引佢出去啊嘛。哇你好高难度啊大佬，咩一抌落去又咩。即是。哇怎麼辦啊，現在怎樣啊，煙霧彈怎樣過去啊，他被我圈卡鬼住喎、啊、我趁著煙霧彈衝進去是吧，他意思是這樣，等等啊，想想怎麼做先，立刻走啊先，快點啊，呕啦，呕谂你先。要点样掉啊？等等啊！而家准备抌啊！试多次，俾我试多次抌啲爆弹。即刻冲入去嘛，嗰日速度要快，喺小房间抌落去，即系对住间房抌落去，就冲去打电话201号。好，入去啊，入去啊，入去，一搏熟，咪死过。
系啊，即系要趁烟嘅时候佢睇我唔到啊，掉我冲入去打电话，抌喺呢度啊嘛，就咁掉落去啦。睇我唔到，烟雾仲未出嚟啊喂，杀他先，烟雾喷雾冲啊，拜拜，你入去先。喂，佢仲喺度喎。哇，你睇会唔会太串？直接打电话 ，use phone 揿唔到啊喂，速度要快，唔够快入唔到，你打唔到烟雾啊嘛。可唔可以闩门啊？闩唔到门，喊出嚟。我而家要俾人强奸，只能够。你睇，你又好中意睇呢啲俾人强奸，你咩啊？一隻应该打到电话，系咪真系一隻个拳啊？我已经冇个武器啦，唔系咁易。等下先 ，fire weapon 啊！其实我可以攞先攞个武器先咯。你啱喎，我打一隻可能 OK。边度有武器我搵啊？要再落多层，似乎要攞武器。有烟打唔到电话，咁又叫我抌烟雾弹。但系你有烟，佢要喺个烟雾弹，哇咁难嘅、啊！你要喺个烟雾弹爆之前就打个电话，我知啊，明啦。你要先喺烟雾弹，你要先个烟雾弹爆之前揿定个电话个画面，咁就可以打电话啦，系嘛？即系戳佢个北市啊！我哋试，我知道你讲咩啦，我哋试试。即系要行到咁上下先抌啦，系嘛？即系去到嗰、那个，去到嗰个打电话房啊，即刻抌个烟雾，然后冲入去揿电话。入去都成问题喎，但系大佬试下搏一搏，即系攞血喺度换系嘛？门口出面放烟雾弹，呢一度门口，呢度门口入到去你都引爆啦，你仲边度入得前啊？呢度抌啊？你话呢度门口放烟雾弹，掉啦，你掉喎，跟住咧喺门口，跟住冲啊打电话，我梗系咁样入去。入到去，梗系已经消失的密室咁样，得咩？我唔信啊！讲真的，入边已经许系、哎，真系得喎。201，你睇又话得，已经嚟咗啦，不契弟。嗱，我要攞手无寸铁咁打，你睇英咩强噶？叫佢嚟出嚟先，要叫一声，引佢出嚟，佢唔出嚟。要叫，收到啦！大叫，喝佢出嚟，然后抌烟雾弹，收到。大叫，然后即刻抌烟。睇唔切啊！你哋太多字，好恐怖啊嘛！呢度嗌一嗌先。喺边度引只鬼入去竞争？我想怼入去，原本我啊打得赢嘅，我攞个支嗰支杠杆，我本身就唔需要咁样叽里咕噜。眼桥眼马冲，嗌一声系嘛？过嚟啦，契弟！掉烟雾弹系嘛？差唔多。快点强奸我！烟雾弹嚟啊！喂，佢仲喺度喎！喂，你呃我？你又累到一个少女嘅性命枉死啊！你嘅罪孽都几深重啊！我已经听到啲声，我已经搞唔掂。有两只，攞把武器仲快，我都觉得攞把武器怼冧佢。冇得关门啊，大佬，冇得关呀、啊！你哋仲谂住关门？你知唔知嗰度门系唔可以关啊？你冇呢个指令嘅、啊，你知唔知？呢个冇得关门啊！你以为我喺度，你哋喺度虐待紧我同呢个女孩子？可怜嘅、啊，可怜嘅、啊、达叔同埋呢个女就不断喺个打电话轮。我谂紧点攞武器，攞个架生，大佬。喂，要兜好远喎，攞架生要过到去对面落楼梯啊，跟住再上去系嘛？总之要过对面啦、啊。点去啊？拎武器，拎武器冇用，两只怪不死之身。
抌个烟雾弹冲过去，睇下先。要两只，佢第二只唔出嚟，我都冇用，打抌烟雾弹都冇用。我试下兜第二条路，睇下攞个假山先。冇假山真系问啲。点样过去啊？点样过去攞假山啊，兄弟？似乎上喺楼上定咩喎？啊，呢度冇诶 call lift 喎，系咪可以见翻嗰个轮椅佬？搭 lift 可唔可以忍？肯定死啊 ！call lift， 等我行入啲，咪一隻叫出嚟，两隻，你等第二隻打埋，黐线 ，yell 晒两隻 ，yell 晒两隻要行到好入喎、啊，大佬，你肯定得，试一次啊，嗱嗱试一次，我 yell 埋唔得，我嘅钱。契弟，你哋咪即刻匿埋先，睇下佢系咪真系出嚟，一只出咗嚟。诶、欸，两只出咗嚟喎，似乎系咪要抌烟雾弹啊？出嚟啦，抌烟雾弹先，快啲啊，快啲啊，契弟走过嚟啊！打电话报警，快啲啊 ！Come on， 俾我用啊！2012，快啲零！哇！你死啊你班契弟！你个～即系话下星期一再玩啦，好贱啊！认真，呢个都俾人打，好衰，认真。恐怖人成我呢两只鬼系劲狗。我下星期一再玩，我练一练先，我睇摸一摸点玩先。我摸多次先，我下星期练到可以点样出神入化抌烟雾弹啊嘛？吓，闩唔到门啊！你仲未明嗰门啊？大系咪啊？你话咩啊？呢栋啊，你讲最出面嗰栋门系唔得嘅，我话俾你听，嗰度两栋门好似都系闩唔到，冇呢个掣，冇呢个选项俾你拣。如果有嘅话，我一早已经关落去，我抌粒烟雾弹焗死佢，我话俾你听，好似嗰啲杀他死烟雾灭失剂掉落去，然后闩门 lock 门啦，出唔到嚟，焗到你私人冇氧气死咗，我话俾你听。但系可惜冇呢、这个，都系俾赵文完啦，我练一练先，练下点样下星期表演俾你睇，点样一嘢掉落去啊！小巴照问啊，有人要我读，小姐睇下先。我香港嗰个小巴司机咧，觉得真系劲过麦拿伦车队。讲正啊，净系讲圈速咧，一定系小巴佬劲噶啦。但系讲好弯咧，一定系巴士佬。尤其系揸港岛半山、赤柱啊、海洋公园线嗰啲。但系咧，小巴佬咧可以用小巴咧做个漂移嘅。个老豆写透露咧，香港小巴佬咧对秋明 A E 八六嘅睇法啊，八六啊，不外如是啦。跑赢我 Toyota 小巴先讲啦，好吧。依家咧有小巴咧，咪有咧显示车速嘅门口咧隔篱，超速啊会响嗰只，但系次次咧喺度爆都冇人理。每次一片嘅话咧，啲人就望住个表，就系咧睇住佢响，好搞笑噶。大家有冇发现咧？佢唔止啊行车快，上落客都快喎。有时咧啲人咧夜晚啊搭 van 仔啊，咁啊小家司机咧永冇停噶，停定啊俾啲客上车噶啦。往往咧要人哋咧自己坐跑几步，架车开定门咧驶到埋嚟咧。嗰陣咧順勢跳上車，當司機大佬 feel 到啊，你要有其中一隻腳咧踏咗上車嘅時候咧，就即刻咧地板又去啦。而家上咗車之後咧，甚少咧需要咧用自己嘅腳力咧去行嗰個座位，因為佢一加油嗰陣時，一架車就衝嚟，將個人咧揈上去最近嗰個座位度啦。跟住人咧就會將嘅背脊咧就黐曬喺椅背上面。同時咧啊，一落客嗰陣時，啲司機永遠咧唔使拉開門手掣啊，佢哋車速啊加上急停咧，已經將棟門啊即刻彈開。嗰下咧，因为急刹嘅冲力啦，好自然咧会由车尾送到车门位置，跟住手啊快手啊俾钱啊跳车，个动作十足十二次大战啊美军啊101空降师，咁所以搭得多小巴咧可以做雷霆散兵，同埋大家记住啊，以佢哋效率咧上车嗰阵咧已经准备嚟嗌有落，而落车咧小巴指定动作系左手推空波，右手扭太，有时啊自己真系自己揸都唔敢啊咁快落车。仲有而家发现啊，小巴成日咧介私揈，啲小巴佬啊将个 Toyota Coaster 咧调教咧，变咗 Toyota Coaster Integra Type R， 私揈啊咁啊收咗皮噶啦。
话咁长，小巴佬啊，使乜啊？空气啊，动力学，使乜定风翼？大包围 ，VTEC 快 cam， 大美牙，方棍防滚啊架，咬避震，米芝莲。如果我识写 game， 我都会写翻只 Crazy Van， which make in Hong Kong。最后咧，建议咧，小巴佬咧，全部嘅加装跑车座椅啊，五点式嘅安全椅，一嚟可以俾翻啲乘客少少安全感，二嚟咧喺香港系香港特色嘅，放喺旅游指南啊，刺激嘅旅游嘢。不过咧，就唔可以喺未来迪士尼路线上啊实施噶啦，因为咧乘客们咧坐过之后咧就对高速麻木，坐过山车就冇晒 feel 啦。小巴佬简直系香港嘅闪娜。啊！真系服到五体投地，咁我啊唞唞先，认真，我啊俾嗰个电话咧搞到咧头都晕埋，草草气先。咁啊，下星期一再见。咁啊，到时我表演点样攞烟雾弹灭失焗死呢两个契弟啊！打电话报警。我 give up 系咪由头玩过啊？我 give up 第一次 give up，I want to give up，I want to give up。嗰阵时嗰个咩伊藤超人，我睇《电魔少年》。啊！唔知伊藤系咁讲，喺度喊晒口 ，I want to give up，I want to give up， 但我唔会啊！下星期我啊好好咁整治呢两只鬼，好啊！明天见，拜拜，下星期见 ，sorry 啊，下星期一见，再见。